你讲开始了，你下去吧。你们明天等着吃嘛，等一小会可以。你想吃的话，最后了，一开始不能吃，我们也不给吃。这个是留着看的，这个是 YouTube， 对 YouTube。先这样子吧，然后可能我这边要看微博的评论。微博其实没什么人，是不是你眼睛好？你看得到那个？这我看不见。虽然眼睛好，但是那个太小了，看不清。那可以，我们这样看就可以了。我不开了，我手机没电。七夕什么什么火锅？我能看到那边讲。明天七夕吗？对，已经开始了，这还有延迟的呢。哎，好像 YouTube 开始了是吗？都开始了。啊？对，我们俩在欧语没有点开始。好，那我们打个招呼吧。好的，大家好。B 站没开始 ，B 站没开始，你先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们讲的。嗨，大家好，大家好。嗨，大家好。微博还有微信，还有 YouTube 啊，我想看 YouTube 的弹幕在哪里看呢？不是这个，去哪里了？啊 ，OK， 啊，有人来了啊 ，Hello 啊 ，YouTube 有好多。不好意思。嗨，大家好。你们好。现在有人进来了吗？B 站呢？大家声音怎么样？声音可以吗？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不知道哎。卡住了。吃点茶，我们吃火锅啊，没办法，火锅，YouTube 会卡，没办法。怎么样？微信应该只有两个人。微博有人进来了吗？你好。啊，可以，B 站人还是有的。OK， 那我们先自我介绍。嗨，秀姐。我叫秀秀，可之梦的一号员工。你们好，可能老粉应该都差不多能知道吧。对，老粉应该知道。你是2016年。2016年来公司，我就还没开始播。播是播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周更，就是属于断断续续的，没有说一定一个星期播一次的那种。什么时候开始周更的？感觉差不多也是招了两三个员工左右，然后就有人做了。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他们两个，就是萍姐跟竹内两个人嘛，然后做就是不好，忙不过来，所以就没有周更那种。有的时候可能半个月会更一次。知らなかった。对，因为他是一个一号员工，所以他我们公司的东西什么都知道。所以呢，我还没说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日本北海道的日本人柚子。好，那今天为什么我和秀秀做直播呢？说就是因为秀姐就是一个一号员工，所以很了解我们公司的所有吧。差不多。对，然后呢，因为这次就是我们7月。这播出的片子有点多，很多。然后我们想，是不是大家有点分不太清楚是哪一个片子是哪一个什么的？所以我们再理一理，然后跟大家聊一聊。对对对，好好推荐。那为什么我们前面有这个锅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刚刚我就看到已经有网友在问了，我们的主题今天是吃火锅。对，确实就是每次我们直播的时候，有些人觉得，我们也晚上也要在公司吗？有些人有点不太愿意，因为毕竟是星期五。对。然后昨天我说，秀姐，我们明天一起直播吧。我们吃东西可以吗？可以啊。我就被吃的吸引过来了。对，因为秀姐是一个吃货。对。所以呢，我们也难得嘛，就是两个吃货在一起，所以觉得就点好一点的。所以我们第一次点这个中国的外卖，一个火锅。Okay. 有个粉丝问秀姐姐姐，但是为什么选择了和之梦？
好问题，这个好问题，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那你说一说，可以啊。当时刚毕业那会儿嘛，然后就是去找公司面试嘛，也就其实跟大家一样，然后可能在那个面试的就是那个叫什么，中国不是有那种招聘网站嘛，各种 APP 里面嘛，然后有那种信息自动推荐的，然后就发了一个消息让我去了一家公司面试。这个公司呢是是那个萍姐表弟的公司。我当时是去应聘运营的，然后结果去他们那边跟他们的人事聊了聊之后呢，发现我会做就是制作节目这一块，然后呢就又找，因为萍姐他们那个时候刚好也是两个人就忙不过来嘛，就是想着说也要招人了，然后就说我正好听到说我也会，然后呢就跟我聊了聊，聊了聊之后呢就进了萍姐的公司，是这样的。所以约人神奇的去的是别的公司。对对对，去的是别的。去了何之梦是吧？嗯。对。哎 ，YouTube 的朋友们都没点网哟，就是有人问 YouTube， 你们有没有看 YouTube？ 啊 ，YouTube 看，我们今天 OK， 所以就秀姐是一个非常的很巧，怎么说？巧合？巧合，对，是巧合，是缘分进入何之梦的。对，所以不是所以，好，那你现在带着这个围裙，哇哦，啊，我们今天对，不是打广告的，这个是我们公司附近。有的火锅店而已，也没有没有钱，没有广告费，真的没有。OK， 所以我们今天吃的是火锅，但是今天吃的是猪肚鸡火锅。对，来，哎呀，挺好的这样，对哦、我第一次。OK， 那怎么做呢？先、我们先准备好了再开始聊一聊。对，我们先把这个。哦，很多人来，柚子公帮了，大家好。火锅的没事嘛，这个还在，嗯，解冻，充分加热后食用，又解冻哎、这个怎么解冻呢？放进去就可以了，放进去，直接放。要这是不是需要兑水吗？不用兑水吧，好不好？反正这边有热水嘛。嗯，对。嗯，你帮我打。然后这边是山药。火锅还是需要山药，感觉我们需要一个剪子，有剪刀吗？蒜泥，哎呀，蒜泥就是一个灵魂吧。对，无能为力，这个这不行。还有炒米辣。哦，香菜有两份，那我拿两个。哦，你都归你，都归你，香菜都是你的。啊，还是微波炉，用微波炉解冻一下吧，这个可能。那这个可以直接放微波炉吗？可以吧，我感觉这个。那我让他们去那个。嗯，可以。然后这个是火锅麻酱和香辣酱，是你用吧？我用麻酱。嗯。钱过来了，修修绝对是幸运女。等一下，我还是不行，我还是打开看一下微博的评论。看。他客气的，就 Hello 柚子，哎，你好。介绍的我就柚子说自己的体重和薪水大概的范围，对，就大家都知道了。对，但你应该跟大家说你已经瘦了。对，我已经那个时比那个时候瘦了5公斤左右。对。哎呀，我在直播。应该直接煮吧，那我们试试吧。嗯，放一下。我们先，就是多吃点超过柚子，没事，你不用担心。秀姐真的，我已经超过柚子了。对，这个真的很能吃，真的不用担心的。我们周末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晚上下班了，一起会去柚子家里面聚餐，然后我们会吃好多，对，好多，真的。我在成都可以追求你妈，你妈，我的妈，哎，啊，我打错吗？追求你妈，你打了两次都打错。啊，他想追求你，但是打错了。我你妈，我妈。柚子的妈妈可能不太可以。对。哎呀，真很感谢有人支持。啤酒呢？我们不喝酒呀，我们这是工作时间，怎么可以喝酒呢？不可以喝酒，我们不会的。
秀姐，这个确定可以吗？我们先开锅。嗯，开锅了。我已经看到一个翻车的一个，这个怎么办？所以我们先慢慢把锅底来，锅底融化。老板呢？跑去哪蹭吃？老板还没回来，老板快要从日本回来，所以我们也蛮期待他回来。那是因为毕竟现在国内疫情还是有的嘛，然后那个南京也其实现在疫情还没好，我们也不能出去，所以呢，对，可能需要隔离啊什么的。嗯。哦，听到一个咯的声音。像我们的餐具还，你的餐具。等一下啊，我打开一下我们的直播，在哪？你来拿一个不要的东西，可以加垃圾。OK。看到了。好，中山装不是中山装，就是民国风啊，算是中山装吧。对，好香啊！好香啊，但还是冰啊。嗯。是冰碴子。加油。那今天介绍一下今天的一些东西。竹内さんも14日間強制隔離不可避。当然啊，竹内さん也需要隔离啊，这个是当然。你说什么？他不隔离事儿就大了。对。要去吃，我们煮一个竹笋、飞牛，先不来。有，可能要花钱，先看看。还有。菜啊，好多！哇，这个食材挺多的。然后葱花，还有肠粉啊，肉，肠粉。能放一点吗？是不是会淡啊？放。哎，我们没有那种碗吗？就是可以吃的那种。哦，好像没拿。这个是不是只有一个？那两个碗过来。很多菜啊，没事，有这样有，这有两个啊，有了。风扇不能喝酒，很难受。没事，这个是我们的晚饭，对，是的，就算是一个直播的工资那种感觉，是吧？嗨，然后酱油和米醋都有。OK， 我腹が減ってきた，对，大家很饿吧？あの白いの油，这个不是油，这个是一个猪肚鸡的。火锅汤，对，我们在煮火锅，然后因为汤里还在动，所以我们在融化，对，融化中。那我们融化中再聊一聊，大家有看这周的我剧吗？看我这周我剧的人，扣一，欧阳森的这一期，对，哈利的下集，对，大家看了吗？看了，看的人怎么样？这一集怎么样呢？啊，欧阳森没有给我介绍男朋友，对，没事吗？哈利很帅，对，我也其实呢，看就是怎么说，哎呀，这么吐槽有点不好意思，但我觉得推荐的时候的造型不一定是人家最帅的状态，嗯，反而我们见的时候的哈利的状态非常的帅，对，我也觉得。适合他自己，因为是他平时的风格，对，今年没妥当，找他算账，对。对，哎呀，有人说看了奥运的纪录片很赞，谢谢，一会儿我们也聊一聊那个奥运的事情。对，こんにちは。柚子，你又胖了，我没胖呀，我最近瘦了。他明明瘦了。最近减肥很辛苦啊，我的天哪。算了，好，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忙？因为我们有四个平台做直播，一个是 B 站，一个是微博，一个是微信，还有一个 YouTube。眼睛有点看不过。对，我们也很努力看大家的。我不帅，但可以带柚子去美食，可以啊，你联系一下。对。哎呀，很多人想干白若曦，对，但白若曦我不知道。哎，有回声吗 ？YouTube 有回声吗？
啊 ，OK， 了解。嗯，是这个。何鍋ですか？这个是猪肚鸡。猪肚鸡就是说猪的肚的鸡。嗯。哇哦，好多肉哎！你们应该看得出来，秀姐真的是一个吃货。那个、有活鲜，现在好了一点了吧？柚子太瘦了，那你太喜欢胖子了吧？有点，你可能癖好有一点偏。是不是只有原话吗？我的网不好。原话？我不知道哎。什么意思？女排和爱简的印象最深刻。嗯。柚子点小，谢谢。随便吃，谢谢。好，猪肚鸡，是的，猪肚鸡。我真的是看不过来。那我们开始聊一聊。先大家说这个这周的我剧你们看过是吧？那我想问问，上集和下集的话，哪一个比较好看，或者你们喜欢哪一集呢？喜欢上集的扣一，喜欢下集的扣二。对，扣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个烦恼是吧？我觉得烦恼、嗯、就是我们做两集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不是有时候，就下集的播放量，对，没有上集的高。对，所以呢，我们挺郁闷，不对，就纠结。我们也想了解，嗯，哎、有人扣的是一二一二，有人是二，嗯。怎么样啊？二比较多，嗯，是不是一的话可以吸引到新的人，然后二是可能就都是老粉或者比较多。柚子，你的普通话会不会有南京腔？有吗？没有吧？没有，我应该没有。挺正常的，他的普通话有吗？但我最近挺好的，还行。一二，对，我个人比较喜欢，我都挺喜欢的。其实哈利。我蛮喜欢的，对对，挺有意思，因为毕竟他脑子很好，聊的东西都很有趣。对啊，有人问奥林匹克的 documentary 后半あるの？没有后半，没有下集，但是哎、嗯、现在那个什么，说到双面奥运嘛，嗯，那个打算做那种小视频的，像那个好久不见的话那种，对、嗯、打算做吗？短视频就是因为很多人的故事、嗯、可能有人想干更多的内容啊，你说是那个没有播出的吗？对对，或者有些什么、嗯、就华讯那种感觉，现在有这种打算吗？暂时还没有、啊、暂时还没有 OK 暂时还没有。对，所以双面二人，但如果有精彩的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做的、嗯嗯、因为那个我们好久不见欢的时候、嗯、几个人物的故事、嗯、就是单独剪出来的嘛，挺好看的。嗯，可能有些人喜欢单个人的故事。对对，所以想看。哎，那个要不盖一下吧。哎，有人说亮叔几月份好？亮叔就是后天吗？十五号他们回中国这边。后天呀，后天、嗯、后天回来。对对对、嗯，所以你们应该可以看到亮叔，快能见到了。而且亮叔应该直播，不对不对不对。隔离的时候应该有时间、嗯、对，他隔离的时候有时间可以做直播啊。对，所以我们安排他的直播。对，就不让他休息。对，欢迎亮叔回来，应该到时候可以看亮叔的直播啊。有人说、嗯、而且不是有人啊，这个是那个心仪啊。嗯，心仪秀秀穿了围裙好可爱。心仪，你跟心仪说一下谢谢。心仪，谢谢心仪仪子啊。好，有人说播放量是不是难道进入你们的 KPI 吗？倒是没有吧，这个倒没有，但希望你们多多看，有更越来越多的人看的话我们更开心嘛，也希望你们给别人安利我们的节目吧。嗯，对啊，南京就国宾那个那当年现在没有，对，南京直飞的飞机应该没有的现在、嗯、要去上海吧。对对，他们也可能上海。对，好，那我们等等火锅的时间。那稍微从哪里聊聊呢？好多东西呢，因为这次我们拍了一共播了多少个奥运有关的片子？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六个。那你们知道吗？我们播了六个节目。嗯。都看了吗？有没有都看的人？嗯，我其实很想知道有没有人看这六个，因为太多了，真的我们自己人也觉得有点多。
可能因为还有后面几期的节目的话是连着播的嘛，对，所以有些人是不是怕说没有看到啊，嗯，什么没有看全，哦，有啊，有人说帰ってからここだけの話チャンネルで，啊，对，这个可以我们安排。看了双面，看了双面，看了四个，可以，四个也挺好的 啊。对，有没有看了六个的人？看啊，都看了哦，谢谢谢谢谢谢。哇，すごい，感谢感谢，都看到了，好厉害，嗯！我刚才才一直在追呢。对，真的感谢，嗯。我们公司的人也不一定都看过，我们也尽量看，但是有时候真的是看不过了。啊，真的这个挺有意思。说想看24小时隔离直播，举内量的24个小时直播，啊，可以给他安排上。谁看？后面8个小时可能他在睡觉了。嗯，可能看到他就是在床上一直在躺着。对对对，也可以啊。哎，嗯，我连的 comment 都没写的啊啊，柚子我也喜欢你，谢谢谢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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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信你，对不起。有个女市长，她在日本的暖心经历还是挺 nice 啊，那个了，就是把那个对李淼不是那个什么来着，奥萨卓玛啊啊，哦哦，她的故事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她很会说话，我对她印象其实也蛮深刻的。嗯，对哦，火锅可以了哦，有人打赏了，谢谢谢谢，奥运拍的太棒了，谢谢，这是 YouTube 的打赏，谢谢，嗯，谢谢谢谢。OK， 我们开始煮东西，那你先吃肉吧，我们。嗨，嗯，吃肉。嗨，先喝点汤。对，我记得汤。嗯，可以，可以，好喝。嗯，来，那放个肉，说一下肉。嗯，这个是什么肉？我不知道，先绿，随便放吧。等一等啊。嗯。命家已经迫不及待了，对，就今天呢，命强就是那个亮叔的那个女儿，嗯，一直在跟着我们的那个火锅，她很想出镜，哎，她和大家叫超近啊，嗨，嗯，嗨，大家和你说自我介绍，自我介绍，你叫什么？我叫赵明，啊，再说一遍，可以大声点，几岁？现在几岁？现在几岁了？你几岁了？七岁多了，对，他是七岁多了。哎，明姐，明姐，还有一个日本人的观众，你用日语说一下。私は明です。私は明です。OK， 对。哎，对，因为明姐很想吃我们的火锅，所以一直盯着，迫不及待的在等着呢。我刚才说，明姐你下去，但明姐不要，一直等我们的火锅。吃火锅是吧？你哥作业写完了吗？哎，有人问你，哎，你哥作业写完了没？没有，没有，永远在写作业的赵春。对，就是他的作业永远写不完。对对，他给咱挪桌子嘛的，对。像不像？哎，大家觉得他像妈妈还是像爸爸？我们都觉得很像妈妈。我也觉得像妈妈。对，我也觉得像妈妈。嗯。哎，现在一起吃吧，对，一起吃吧。嗯。なんで鍋に入れる肉がくるって巻かれて出てくるの？我不知道哎。为什么中国的这个火锅的肉是都是这个卷起来的呢？方便，吃的方便。啊，很多人说还是像妈妈，像妈妈。啊，像妈妈。现在不是暑假吗？暑假吗？嗯。嗯。是暑假。什么时候开学？9月份。9月份哦，しっかりしてる。好，有人说千万别像爹啊。你自己是不是？你们也这么觉得吧？啊，我觉得不好意思，你眼睛，嗯，没事。OK， 我们吃点肉吧。熟了吗？熟了吧？啊，你这么快的吗？颜色还可以啊。那水没透呢。哎，但老了不好吃啊。这我也想吃火锅了，可惜一想到回国那么长隔离的事情。对，确实火锅。優しい。あ、你有筷子。はい。葱、香菜、小米辣、蒜，我要放蒜。啊，没老多蒜，你点了。有人说你的眼睛有一点像你的爸爸。啊？啊？又吓得肉都出来了，不像是吗？明姐不喜欢，有人说他像爸爸。对。哎呀，你的蒜呢？
我要放香菜，干番人凑齐了，对，我们是三个刚好。干番人。对。为什么是番人呢？因为你也是啊。对呀、啊，你也是干番人。你不要蒜泥吗？我有，我有，我有。没有饭菜。亮叔哭晕在厕所里，那我觉得吧，亮叔回日本应该吃到的东西挺好的。妈妈听爸爸说他早饭都是螺蛳啊？是吗？明姐说昨天让他在日本天天吃螺蛳的早餐，哎，这个有点轻松呀。回来之后就可以吃这种，要不稍微逛逛一下，要不嗯，可以小火小火 ，OK OK OK。いただきます。妈妈都不知道是吗？明姐为什么知道？爸爸告诉你的。你跟爸爸打电话了是吧？嗯，哎，子那东卡带哟。对，有人看过那个双面奥运的话，知道他在日本买一个鳗鱼饭，这个挺好的，那个东西挺贵的，在日本。嗯。いただきます。嗯，不是。嗯。螃蟹。有没有明显的碗？拿个小碗。嗯。小碗。这边没有。嗯。呼吸。嗯哼。好吃。看着都看着啊，我跟你说都看着，谢谢。那我们先聊一聊双面奥运吧。双面奥运你比较喜欢哪个人的故事？这个面奥运。对。柚子最喜欢火锅里的什么菜？我喜欢宽粉。宽粉。嗯。还有鸭血，对，你最喜欢鸭血。对，我很喜欢鸭血。我每次你也喜欢鸭血。嗯，我们每次一起聚餐在一起吃的时候，柚子都是要点我要吃鸭血。对，我一定要。嗯，哥哥在家呀，写作业。哥哥在家干嘛？写作业。我们刚说过了吗？嗯，明显优秀，都知道。又有人。我跟你讲了，大人。你的作业早写完了。嗯嗯，哦，太瘦了，还，嗯，哎呀，那我们回到，啊，有人不知道亮叔有两个孩子，哈哈，嗯，啊，可能是那样，就是最近的那个什么。四连假期只有明奖哦，只有明奖出来，嗯，对，因为亮叔还有一个大，你哥哥多少岁了？大儿子，十三，嗯，还有一个儿子，嗯，但因为天天都在写作业，所以出不了境，对，你只有之前才能出来。这个纯是巧合。之前玩的时候为什么这？嗯，之前不是有一次去，嗯，那个地方玩，坐到车也出现了吗？什么时候？之前吗？是哪？之前去那个竹林的那个。啊，那个羚羊的时候，嗯，是吧？对，你们看看之前的四人假期有点教训，而且更早的四人假期的话，有教训的旁白，嗯，很可爱的。你觉得那次是吧？我有一次看哥哥那个有我们俩的，还有那个爸爸。啊，东游十记是吗？然后爸爸，然后哥哥一直在那说话，读旁白是吗？对，还有，你们如果看看之前的节目的话，可以听到赵纯很可爱的时候的声音。现在变声了，进入变声。变声了，都13岁嘛。哎呀，对，感觉之前的话。教程出现的比较多，最近应该是明讲出现的比较多。嗯，赵纯有这么多作业，建议严查他老师。其实，他课多，你吃吧，你吃。英语、数学还有啥？对，课程多嘛，中国的课程不是比较多一点。嗯嗯。而且，他又要学日语嘛。其实我是教程的老师，我教他日语。哦。在努力。可是现在不教了。嗯。没办法。嗯。找不过来了。嗯，烫，那你？他是只能在网上跟我们说。对。赵纯呢？他是小时候在日本长大的，因为亮叔和萍姐来中国，所以他也来，所以他是还是有日语的基础的。所以他现在很厉害的是，他用日语看那种《火影忍者》啊，《火影忍者》他看动漫，对，都是用日语看的，都他没什么问题。
而且呢有些很好笑的是他的词汇都是从火影忍者过来所以他的动漫有一点偏知道吗、就是、他会用变身一脸用日文跟我对他是课本的东西有时候看不懂但是他莫名其妙的词都知道我觉得、还是动漫很厉害刚刚是什么哥哥还在那里下载了火影忍者游戏嗯哼嘛嗯哼该天天就要玩啊你没这里对你这裙子咋了嗯嗯日本历史人物中谁人气最高有四年我也不知道谁人气最高历史人物中国历史人物谁比较有人气呢好多吧哎比较有人气的嗯真不知道谁比较有人气啊我不知道公子我不知道突然难倒对就比如说上次哈利的话他喜欢庄子算是历史人物吗还是他是一个学者也是历史人物嗯孔子孟子庄子我可能比较喜欢谁啊我中国历史不是很了解嗯最近在慢慢学先中国的近代史或者什么对啊，有人说开始聊历史了跑OK 那我们噩梦是吧我们聊一聊开始我们节目的还有我们没聊对其实呢我有一个片子最近什么夏日运动激情嗯，这个大家看了吗看了吗大家看了吗因为这个可能那个双面奥运播的有点近所以有人没看到有人看了夏日运动进行吗有吗看了里面的人都很酷嗯尤其那个滑板的那个滑板很酷唐苏国嗯而且他的那个大学一比一也决定去日本是挺厉害的嗯而且我看他的时候觉得他日语好好哦他的日语很好你的日语就是那个主人公嗯要不放点水放什么水放点水我以为是雪呢我也听见了雪对不起我发音不对啊日本人好像喜欢草胖嘴火锅吃的有点胖嘴老板下周回来老板是后天回来老板后天回来、但是不一定马上回来妈妈他要隔离呢所以、妈妈应该是我们见到的是应该还有你可以大声点说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之后吧我们能见到亮叔、对你们在问老板什么时候回来刚刚明讲说嗯我的妈妈才是老板说的对说的对爸爸并不是啊而且我这样子说哎，有人隔离就是什么有人回来的话那家的人全都要隔离嘛、如果回来的话所以教训说哎，我希望爸爸回到家这样子我不用出去了不用上学了是吧对教训很想要爸爸回来逃避学校教训挺乖好大家那么喜欢历史吗因为别人的人都比较喜欢那种历史的那种动漫啊什么的嗯 B 站的可能喜欢日本的人多一点嗯但我并不了解你才了解我对日本的动漫也不是嗯 OK 差不多对老板爸爸回来也是在酒店隔离对胖肉牛肉又是了哦耶哇我怎么这个就变成片片了这个是一个肥牛吧它薄刚刚那个也是片片刚刚那是怎样哎明姐准备吃肉你饱了吗没饱好吧明姐说还可以吃很多我有点期待你说我饱了你不会饱全都放吧嗯你好放吗 OK 你想
竹内さん14日間強制隔離使ってシェドヨグリアジルシェホ因为这个疫情真的很难控制、嗯、而且最近有了那个什么呢德尔塔病毒对对可能有人觉得我们为什么在吃火锅而且我是白的不是南京确实现在有疫情、嗯嗯、比其他地方还严重一点、嗯、我们现在不能去游泳也不能去按摩不能去什么、啊、是吧 我那个小区里的也不能游泳啊，是吧就是之前呢秀姐趁这个机会学游泳然后我也对为什么就很努力嘛因为夏天了然后我也一起去游泳后来因为疫情就他不会我都会了我都会了我能在深水里游泳真的、啊？马吉？嗯，这么厉害的吗？我不用穿那个。哇，哇，你很厉害。之前都是穿救生衣的，现在不穿了。好像命讲，我不知道没人教我。你自己学会了？我的天哪，命讲深水区也可以游泳，我的天，太厉害了吧？这个挺厉害的。没人教我。没人教你，那怎么你们怎么学会的？我就是跟你是他们那个看。你看着别人的吗？看马吉，从什么？天哪，我这还要花钱学的，人家看会了。你花钱的还没学会呢，你看会吧。哎，小朋友还是很厉害的。是吗？哎呀，你姐可以天才少女呀！你参加奥运吧。我游泳不太好。不太好吗？嗯不太好，是不太好。游的不太好。觉得之后我会挺弱的，因为就啊，那可以啊。可是我觉得很慢。面前裹的有点像毛毛虫。嗯。我说YouTube 好了。哦，可以。吃的啥？是我们吃火锅。柚子瘦了吗？瘦了呀。瘦了很多呢，柚子。嗯。上一次那个节目中说你是60，现在是55。你之前的话我你吃吧对了我说了10斤呢足够了、啊、好的谢谢你我喜欢一个不辣的一个辣的然后一个没有什么辣的所以我们三种口味嘛、嗯、你看对因为我吃不了太辣的东西秀姐很会吃辣的我爸爸也不、嗯、我爸爸我比你爸爸还厉害嗯，你的爸爸真的不行真的不能吃辣一点都不行、啊、对他一点辣的都不能吃还有人在瓦克买的你应该是可以跟妈妈的口味下对吧对妈妈中国国内有同步直播吗、嗯、可是我现在我们有四个平台我早也是他能吃对超级辣超级辣他也不行辣为什么看着那么结实又才、啊、你们之前才60我骨架比较大呢到底是谁你确实骨架大没酱了什么酱没酱你想用什么酱你要酱吗麻酱还是辣的不辣酱不辣不辣就麻酱吧好好、哦、这有点淡了没办法再因为刚刚换了水你要麻酱吗我也要放点酱吗我为什么哦对哦大家今天有一个抽奖你们不要走对我们那个稍后的话会有抽奖对是一个抽那个爸爸爸爸是爸爸的书不是我爸爸你讲爸爸的书啊回来了对 YouTube 的朋友们我们回来了不好意思、哎、刚才网有点不好我怎么裹得像妈妈虫对了刚才因为这个那明显这样子做的不行啊你把它对这样你尝一点我得尝一下做我怎么右手右手嗯我怎么没有你这么胖瘦这个只是鼓起来的对小朋友这位YouTube 的朋友们可能刚才进来了那个这位小朋友是朱内亮叔的朱内亮的女儿对然后朱内亮有两个孩子一个大儿子呢他在家写作业对有可能有的人都知道了对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有的人只知道你，因为你出镜多。嗯。有人问我，杨仙居里，你最喜欢哪个地方？对，先说杨仙居里是我们去年拍的一个系列吧，旅游片吧。嗯。我和亮是去北京、郑州、长沙、重庆，
戒指这个四个展示我都很喜欢，但我拍的时候比较开心的是一个重庆啊，重庆很有意思，还有北京，北京大也太厉害了。我特别喜欢水。我喜欢水。水？就比如说游泳的那种水，我喜欢。所以你学游泳才快是吧？然后不是，我还喜欢一个是，之前跟爸爸那个。哎呀。什么？YouTube 的延迟太严重了吧？不是在玩吗？还在放肉呢。啊？YouTube 好慢。我们刚刚放肉，已经过去好久了这个肉。对，我喜欢重庆，但我城市来说，我其实最近很喜欢北京。就拍哈里嘛，去北京，我觉得北京的那个天气气候很适合我，很喜欢北京。哎，我怎么粉就是老是加不到啊？我给你来来来，加就会加滑。这个是你的筷子功还不够好，筷子有点滑，可能。好吃吗？好吃啊，很好吃这家火锅。不厚。嗯。嗯哼。那个之前有人说柚子吃的比较香，你做直播吧，所以我今天做了吃的。我真的我很开心的是，从小很多人夸我的一句是你吃的样子真的很香。吃东西香。对。可能是我的一个特点吧。真正喜欢吃东西的人，对对对，秀姐应该也是吧。我刚刚看了我的手机的照片，很多照片是秀姐吃东西的照片，莫名其妙拍出来的。我们每次聚餐吃东西的时候，中国有句话叫人前吃到人后，我就是那个人前吃到人后的人。人前吃到人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解释，嗯，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地方吃饭，有两三桌人，和我们是第一桌先到的人，然后第二桌跟第三桌是后到的，结果人家都吃完走了，我还在这吃。确实，确实真的很厉害。所以我吃的棒。这个最近可以。那刚才呢？明明是我们已经说好今天的直播，我们吃火锅，但是我听到一个有人拎着袋子回来的声音，我回头看。秀姐从那个面包店买了一个银食回来，我觉得我的天哪，秀姐，你今天吃火锅还能吃东西吗？我有点饿了，就是。柚子，请举下右手，这个是右手。金香吗？啊，可能是现在金香了，就是那个微博，是翻过来的，对。有点热。最近想天天早餐吃，最近想天天早餐吃沙拉。哇，吃沙拉的人佩服。那我也吃沙拉呀，早餐。你早餐吃什么？平时？包子。包子。包子烧麦。亮导现在出日本，后天回来。YouTube 可以了。小女孩马上回来，小女孩去哪里了？喝水去。对啊，其实我还特别就是这次直播，其实还有一个想跟大家就是问我们，就是看我们的我住的那个主人公嘛。因为现在不是因为由于疫情嘛，所以我们去到哪拍摄的话其实都不是很方便，所以就是想在南京这边，然后可以多找一些主人公吧，然后接近疫情缓解的话，我们可以在南京这边可以拍，然后有大家如果有南京可以推荐的人的话，可以推荐给我们。对，这个南京应该有很多外国人，但是我们也有。什么又说南疆，也连日本朋友也找不到。我平时就是因为可能每个国家的人有那种杂志嘛，就中国其实很多地方有日语的杂志，就是上海应该是上海有两三个，然后北京也两个，杭州也有，然后江苏省也有，然后江苏省那个杂志里面有一个栏目是竭力文章，怎么说 essay， 就是我们要一个南京人写，然后找下一个人，然后他也写最近怎么样那种。我上次写了嘛，我找不到下一个写的人。吃东西的直播。直播。
南京贴到日本企业，确实不是，南京的日本企业都退了，走了。就是我们现在只有那个马自达，知道吗？马自达是一个车，汽车。哦，马自达。嗯嗯嗯，马自达。什么？马自达。嗯，什么？没关系，没关系。你想捞东西是吗？可以放进去。不辣不辣，你又捞了，那捞什么？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南京的。对，如果有南京的话，住在南京的外国人的话，给我们推荐一下。嗯嗯，谢谢。外教呢，应该很多人回来，但是也有没有回来的外教。嗯。啊，马自达。马自达。嗯。哦，好的。差不多哦，我们是放生菜可以吗？可以啊。四川话贼溜，谁？谁？芝麻菜，芝麻菜啊，一个是菜嘛，还是人的名字啊？有人说新彩，嗯，新彩也，嗯，你的朋友吗？嗯，新彩，嗯，朋友。嗯，其实有人看过我们之前的，我觉得好，新彩出现过了，是吧？那么多新彩。哦，对，他出现过，嗯，芝诺，嗯，芝诺，芝诺的时候，对，嗯，出现过。然后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 Yuka 老师啊，他也出现过。对对对，你们再看看补一补，嗯，就是我之前的我就很多人出现过了，对。然后最近很有意思，我们最近会说的嘛，就最近就认识的一个中国人说，嗯，啊，我的前男友是之前你们的主人公，这么巧吗？就，嗯，这就挺有意思的，就是世界很巧，嗯。哎，你有没有就是找主人公找到一个之前熟的人啊，或者？有这样经历吗？因为你已经在中国五年嘛。我吗？在中国，这不是在中国，我这在何之梦，何之梦五年嘛，有那种教主人公碰到一些熟人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嗯，主人公熟人倒是没有碰到，但是有那种就主人公介绍的时候嘛，嗯，然后介绍另外一个人去联系的时候，发现，哎。就是大家之间互相是会有交集的，啊，互相认识。对，就很有意思，因为中国明明人这么多，嗯，但是因为微信呢，就是微信的朋友圈点赞的时候看到，对，看到另外一个发现，对，然后有时候，哎，他们怎么认识的？经常会有这种，对，这个很有意思。对，好，我们今天是9:15开始抽奖，所以你们不要走。嗯，哎呦，我今天本来是好好讲我们这一次的片子，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吃东西，吃的有点多。对，先我们要说呢，最近的话，奥运有关的片子一共有6个，所以希望大家都看这个6个。还有我住的话，最近播的是2个主人公，一个是 Harry， 就是住在北京的英国人，就是学霸，嗯，另外一个是在海南冲浪的冲浪的，嗯，我很想说一个东西。就是你们看了海南吗？海南片都看了吗？大家都看了吗？海南的那个主人公千叶，嗯，你为海南牺牲了很大呀，啊，对，我牺牲了很大，你也牺牲了很大呀，真的是。我想说两个东西，嗯，一个是我本人啊，我以为长相帮我组一下那种，就潜水服那种，嗯，就是不会那么。露出身体的衣服吗？所以我带了比较少，就是少穿的东西，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外面再套一个嘛。那，嗯，结果没有，所以我只能直接上。其实那个时候就好，嗯，真的很不容易的。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就是会员版应该有剪出来，嗯，但出动版没有剪出来的是，那个时候主人公说好他是有点受伤，所以那天是不会。嗯，下水的，但结果呢？他因为看到我一个人去练了，然后觉得有点危险，所以他特意来我这边。然后虽然我们节目里剪到的是只有几分钟的那个视频，但他真的很耐心的一直教我怎么冲浪呀，怎么做啊，他一直教我，真的非常感动，很感动，特别的感动，而且一直鼓励我啊，你做的很好呀，你这么做比较好。但是因为这个是我们海里嘛，嗯，马里奥拍不到，所以
感受不到。最感动的、最难、最好的一幕应该没拍到。你这个有点。是那个冲浪的吗？冲浪的，对。嗯、真的，那位就千叶千玺就非常好，嗯，就人非常非常 nice 的一个。看过，可是我没看到那个。他确实蛮照顾人的，就是明明腿已经受伤了，对对对，但不仅对，而且不仅是冲浪。就是四天都是他帮我们开车，然后一直帮我们，哎，这家很好吃啊，这也很好看呀，然后一直告诉我们，哎，海南这边有什么东西啊，嗯、对，非常非常棒。嗯、我就看到你们在跟他讲话。什么？嗯？我只看到你们在跟他讲话。什么讲话？嗯，我听懂。嗯。没听懂。算了。柚子每次都会努力尝试，这点觉得特别不容易，谢谢。我也不容易觉得。因为有时候呀，哎，柚子，我们去海南拍摄，然后你带泳衣还有运动的衣服什么的，就是每次去哪里大家说、啊、你带一点衣服啊，哎呀，有人帮我们打赏了，谢谢、嗯、哈西星三，非常好。日本人吗？好细心，非常好。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对。啊，对，有人说，对，他是非常自来熟的一个人。对。千叶先生非常好。嗯。明讲，有人问，你想爸爸吗？想。想。你是不是三个月都没见他？两个月？嗯。你跟他视频吗？嗯。你视频。你的爸爸也很想念你吧？嗯。是吧？不知道。你干吗？嗯。干。怎么了？他问我干不干，就是想不想喝水。哦哦哦！哇，很好。哦，面前也背了多少次题？你喜欢爸爸吗？嗯。嗯嗯，那对。有人问柚子和导演的比中文哪谁更好？来个比赛吧。你知道吗？你说。柚子。敏姐觉得我的中文比较好。柚子加油，中文和爱讲一样好，我也希望有爱讲的水平。敷衍爱还是太厉害了。嗯。他毕竟在中国也生活很多年了。对。柚子中文比较好，是我的朋友哎，谢谢谢谢谢谢，我的朋友来看了。柚子怎么没回日本？没办法，就要隔离。哎，这个手机上不是我吗？嗯，你呀、啊？对啊，是你啊。嗯。哎呀，是这样的呀。说话爱讲，说真的，不说真的是以为是东北妹子，有东北口气。嗯。其实我也很想学会那种有当地的中文方言版的嘛，建议你学南京版的。啊，你这边讲南京话的人很少。嗯。会吗？我不太会。我妈只会一点，我更不会。啊、有人问今晚的啥主题？本来是我们好好介绍最近八月、七月播出的内容，结果现在吃播，我们吃的是剧毒鸡。因为大家都看不下去了，我们一直在吃。对、嗯、对。还有什么呢？其实我最近看奥运之后，很想运动了，很想运动。对，天天空手道。我也很想运动。前一阵子我们还在后院打球呢，就打羽毛球啊之类的。然后因为最近的话，南京是一直在下雨嘛，嗯、所以也没法出去。对，前一段时间我们很努力吧，嗯，很努力减肥，很努力跳绳、打羽毛球，对呀、啊，去游泳，对，好多。那结果现在已经变成，我很好笑的是，我们公司做了一个减肥群吧，说好的减肥群，我们是。互相督那个什么督促的一个群，结果现在变成干饭，是吧？干饭，对，干饭群了。之前是说要说好的一起减肥啊、运动之类的，然后最后就变成了
晚上稍微加一点半小时，哎，我们去聚餐吧，就开始了吃饭。那个群已经变成不一样的东西。现在公司是一共35个人，我们公司现在已经35个人了。秀姐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员工，现在35个。我也进来的时候才5、6个人，现在35个，真的是，工资变大。那里有教练的，有女教练、男教练都有。外人应该不能去。可以的。可以吗？都可以。但是亮哥扣工资应该不会吧？嗯。美女员工现在应该有优惠吧？毕竟是星期五嘛，不在。超野吧。不吃怎么有力气运动了？你说的对，对，说的对。哎，明姐又小心点啊！又开始飞速说。有人问柚子觉得日本火锅和中国火锅哪个好吃？不一样，就日本火锅和中国火锅完全不一样的菜，我觉得。中国的火锅有中国火锅的好，中国火锅是很爽。日本火锅怎么说？很温馨。就对我来说，一个。家常菜，啊会，我家里人很喜欢吃火锅，可能也是从小到大吃的话就会有回忆的那种味道。而且火锅呢，就是不需要准备嘛，切菜就好了。而且日本的锅也是很简单，所以普通的水放一个海带，就这样子，很简单很简单。那就属于清汤的那种。对对对对，所以基本不需要准备嘛，所以我妈妈很喜欢吃，而且冬天的话我们吃火锅就很爽。所以冬天差不多每周三次吃火锅。哇，所以我家里人真的很喜欢吃火锅。有人问什么？柚子吃过港式小火锅，港式小火锅是怎么样的？港式小火锅，我去香港的时候吃过火锅，但我不知道那个是港式还是什么，反正挺好吃的。有人问今晚有抽奖吗？有啊，有的抽奖，还有2分钟。啊，那么快？日本火锅有点甜，太清淡了。对，日本比较重视那种酱，就清汤，然后酱一些醋啊，芝麻酱啊什么。中国可能锅底各种的，咸。中国的火锅锅底有很多种。对对对。我把你们全都干掉了。啊？过来把你们全都干掉。够了。你讲，小心橙子。有个粉丝说你小心那个橙子。裙子。你想还好，现在还小，但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把腿插那么大，闭起来。对，差不多和火锅真的不一样。日本的火锅算是一个很健康的菜。中国的火锅就是油。为什么每次跟秀秀姐姐说话的时候，每次都会有个粉丝来说话？因为他们一直有各种问题提问。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就会来，没跟你说话的时候就没有。巧合。哎呀，看不到了，就是炒点的哦，就是炒点的是香港的，只有港式火锅。我刚才没吃过。哥哥跟亮说回日本人吗？哥哥一直在日本，不对不对，在中国。哥哥，赵全，赵全在中国写作业呢。对啊。在家里读。有人说女儿长得也太像导演了，那个男生爸爸。不是我说的，粉丝说的。柚子找个家里种柚子的男朋友。种柚子。如果能种男朋友挺好。哎，你懂他说的意思吗？不懂。就是让就是家里面是种水果的，然后种柚子这种水果的人。这个意思。我以为就一个人就好好培养，就你以为他让你种男朋友是吗？对，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看的绘本，有一个什么猪的种子，就是一个狼，他每次抓不到那个猪，所以呢有人给他一个种了之后就是树上有好多猪的那种种啊，就是一个这样的猪的种子。对，所以我想到的是那个。我最近种了一个男朋友的树。你有吃过是柚子？有一个谁吃过就是那种柚子。有的水果是柚子。对呀、有人吃过叫柚子。有一天你在买水果的时候，然后正好那里有柚子，然后那有人说我要买柚子，然后你就喊。
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差我就是在公司吃柚子，有人说啊柚子吃柚子。哎呀，已经时间过了，那我们开始抽奖吧。到点啊。OK， 你再吃。嗯。好，那我们抽奖环节开始了。今天抽奖呢，在 B 站抽，所以不好意思，现在微博的朋友们，还有 YouTube 的朋友们，还有啊，对，微信现在没有人，对，所以呢，就是你们可以来一下 B 站，如果可以来的人来 B 站，看看抽奖。哎，这是爸爸的吗？对啊，是你的爸爸。好，那今天抽什么东西呢？这个。大家看得到吗？爸爸，蜜姐读一读这个封面写什么？嗯，读那亮。嗯，下面呢？镜头下的下的真实于中国。哦，好吧，已经认识很多了，可以。好，明姐刚刚说局内亮镜头下的真实中国，这个是一个我们算是合集梦的第二本书。嗯，然后局内亮个人的话第一本书时候是扣的。对，这个不是他的写真集好不好，不是他的写真集，就是一个亮式的书。里面说一些那种纪录片的心得啊什么的，我还没看呢。嗯，而且已经开始卖了，就可以买。然后这次是我们抽这个东西，那怎么抽呢？你们在 B 站上扣吧，就打666666，然后我们就是到个数到六个数，然后就暂停，到时候看哪位幸运观众能够抽到。对，好，那我们开始准备起来了，现在就开始，差不多开始了。那你们去 B 站吧，等一下啊，对，大家去 B 站打666吧。B 站，蜜姐，十开始呢。OK。せーの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了，我们已经抽完了。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叫 MSTFL， 是一个英文名字的 MSTFL。嗯，恭喜这位。对 MSTFL 嗯的同学吗？同学。可以同学。那位同学去哪里了？恭喜你，恭喜你抽到了。恭喜 MSTFL。 哎，你出现一下吧，不见了吗？恭喜恭喜，是我，是不是你有两个账号呀？哎，人类，是我，不是你啊。MSTFL M 啊，有，好，出现了，谢谢。哦，对，所以你跟那个小编私信一下，就我们把它送到你的家里。嗯，把地址然后给小编说一下。对，嗯，这本书啊，你不要弄脏哦，刚刚吃的火锅，这样子他抽到那个火锅味的书。对。是我行不行？不信你可以去买。那个都破了，这个也不是很贵的。嗯，那个都破了。好，那么那我们明天给他换吧。昨天听到卫生啊，就是哎呀，对不起，因为 YouTube 呢，我们怕抽到就是比如说南美啊或者很远的地方，国外的不好寄。对，运费付不起运费。对啊，所以不好意思 ，YouTube 的朋友们。嗯，日本现在没卖，但可能以后有什么方式吧，就你们等一等啊。嗯，对 ，YouTube 的没有了，对不起 ，YouTube 我也没也啊，怎么买？在京东，我们的官网，官网有卖，淘宝有卖，有吗？淘宝有没有？看一下，没写，就应该我们的那个淘宝和还有官网商城是有的，官网也是。对，不公平，对不起，不公平，我们也很想送到你们，真的，我们的那给有心无力。嗯，可以，就送一个。嗯，就你跟老板说一下嘛，就送一个。我们没有权利说，因为这个是一个送没 ，OK。有人说一次过100本，
我回来把它抽的。那你自己买比较快了，你在淘宝买，然后自己送到家里，就这样。他说买一个一百个，随意送吧。这样就成本更高了。好，那我们今天虽然还有十分钟啊，我们本来就今天要好好跟你们讲，就我们最近播了六个视频，都很精彩，希望大家一个一个都看。好在好像大家差不多都说都看过。嗯，那这个也很感谢，感谢，感谢。对，还有什么呢？下周的我准。对，下一周的我祝我们也是帅哥，这个能说吗？已经有，就是可以有啊。下周我祝呢一个，算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厨师，法国人。上个星期还没说。我这次见到他真的很幸福。像谁啊？拍摄的时候一直在吃。对，看到你们吃那个大餐，哇，好羡慕。对，很好。对，这人也很 nice。不是冲浪，冲浪已经结束了。新的主人公，这次是一个，就在上海的楚时光堂，他有微博也有，还有 TikTok 也有，还有小红书都有。而且呢，他做的菜非常的接地气，你们可以去看看。我也确实偶尔看他的那个微博啊，或者小红书来学一学一些菜。哎，有人说柚子长胖了，我没有长胖，好不好？柚子再次证明瘦了。可能上镜的原因，然后这么想，可能镜头会那个，或者我们在吃的原因。可能明讲在了，就我们变成一个很胖的样子，是吧？明讲太瘦了，那他瘦了。但是我知道柚子边还是那个可瘦的。柚子吃稳吃的过程，秤。就让你称体重。哦，有这样的说法，过过秤。一般不常用。啊，是吗？嗯，我学到了，过过秤。嗨。啊，买肉的时候用是吗？是吗？是吧，秀姐？对。那时候会称。我的天哪，这个人把我当成个肉啊！谁呀、啊？我记得你啊。卡卡西啊，谁呀、啊？嗯，我一定要看好那个人，谁把我当成肉啊？好气啊！最近学到什么成语吗？对呀，还蛮多的吧，应该说的。其实我见到 Harry 之后，蛮认真的学。嗯，但我忘了。那什么是成语？嗯，啊，是你吧？还是卡卡西1969？我记得你，我真的记得你。柚子，你旁边是谁？柚子，我旁边是谁呀、啊？你旁边，秀姐呀，秀姐，秀秀就是《合金梦》一号主人公，不是主人公，员工，员工。我现在还没弄吗？嗯，现在还没弄吗？现在还在直播呀。可能大家不认识。对。那可能大家知道命讲。不知道。但有点尺寸了。现在好，有点起撑了，吃撑了，吃撑了，我都听到起撑了。哦，不是起肩。柚子，你喜欢中国男孩吗？我喜欢易烊千玺。易烊千玺还是很帅。谁？易烊千玺，你不知道吗？嗯，知道。你知道是吧 ？OK。红包吧，是不是现在来的人？我们的直播差不多结束了，那结束了，来玩儿、你们吃什么？我们在吃火锅，吃猪肚鸡猪肚鸡火锅。这个是哪里的菜？猪肚鸡吗？不知道。嗯，挺好多地方都有，但这个真的很好吃。嗯，感觉我们现在在做广告似的。啥？做猪肚鸡的吗？但这家也不是很大，所以没办法打广告。如果这个什么拍饮料什么的话，可能那有点像广告。有人说秀秀来了，你知道秀秀吗？能不能拍些美女主人公？我也想拍美女主人公。好像我每次去的是都是，好像也有你也拍过美女主人公。
你鞋子那脏了没看到啊？但我好像我们公司美女担当是亮叔是吧？嗯，亮叔是拍美女，然后我们俩都喜欢拍美女。嗯，然后我好像莫名其妙碰到很多小鲜肉。嗯、有点过分。什么过分？爸爸就拍你的。为什么过分？嗯、你爸妈妈不想爸爸拍美女是吗？不想吗？为什么？好像女儿来说有点心情复杂，爸爸去拍美女。嗯，啊，明天是不是和爸爸一样的自来卷？嗯，是吧？天然的，天然，我也是。虽然不是他，有时候看到那些评论。柚子是任贤齐的老婆吗？然后觉得我气死我，气死我！这应该是新粉，不知道莫名其妙，我知道为什么，就我比他年轻很多呢。他确实他看起来很年轻，嗯，可能我也有时候看起来有点偏老一点吧，但是不至于吧，我真的。我注意应该是好像女主人公挺多，是因为亮叔选的，嗯，是吧？最近拍的女生，啊，陶乐桑，美女，啊、哦对了，美女啊，陶乐桑，就是海南的那个甜品师。还有谁？还有谁拍过？嗯？什么？恭喜，这个是我们有关系吗？什么？没有，跟我们没关系。打广告吧。平衡很重要，对，亮叔太猥琐啊！不好意思啊，明讲啊，我不说了，对不起。嗯，你可以私信他去 PK， 你不是空手道，会空手道可以，可以的。什么呀？嗯？我没说什么。啊，没有，差点说你的爸爸的坏话，所以我不说了。这是谁？你怎么可不可以拍一次秀秀的？这是可以啊，对不起，所以我去了国外尝，通过你的生活来。江县的。嗯？什么？什么爸爸的坏话？没有爸爸的。嗯，不是爸爸的坏话，但是很喜欢你爸爸，没事。哎呀。啊，对，莫吉桑印象比较深。我怎么讲莫吉桑的生活？莫吉桑呢？最近他搬到了一个家，他住在一个搬新的地方，民国时期建的家。哇。非常老的老房子，而且好像六个。家庭一起住的，合租，是一个大的那个，对，一个大的那种一楼二楼的，然后挺厉害的，就是好像很多工人一起，对，对，我们一想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拍小野写真集片啊片，嗯，可以，小野的话，跟谁跟 Mario 一起比较好。啊，你说直播啊？嗯、对，他俩玩固定搭配了。我想说啊，就是啊，我想很想吐槽一下 Mario 呢，跟我那个直播的时候不怎么准备好呢。然后上周吧、嗯，就是那个吃龙虾的时候 ，Mario 莫名其妙还没到点，就是差不多两三点已经开始什么功课，上网搜索，搜索说、啊、小龙虾的历史啊，小龙虾怎么吃啊，怎么。就我的天哪，他，哎呀，你这么用功啊！所以他对美女态度真的不一样，嘿。所以我真的现在，哎 ，Mario， 想揍他。没关系，月子也是大美女，这里面有很多粉丝，有很多。谢谢。哎呀，真的，柚子要相亲吗？怎么联系你？哈哈哈。私信。若い時には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した。爸爸有的时候都不懂。谁？爸爸有的时候说不出来，可是柚子老师能说一点点。哦，所以你说你夸我吗？我的中文好是吧？嗯、你看他的女儿也说我的中文比他好。但是这样是很在乎这个东西，知道吗？嗯，他每次碰到什么人说问，哎，你觉得谁的中文比较好？嗯，真的。然后我每次很尴尬，我也问他说我，我也不知道，确实差不多是差不多。而且我上飞剑的时候，很多人说、嗯、为什么他们俩的口音有点像？我也觉得我和亮叔的中文有时候很像。你觉得呢？
你们俩是有点口音，好像是有点像。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待在一起久了，然后没有。但我记得打，第一次面试的时候也是感觉到他的中文和我的中文有点像。你跑不跑？怕你的钱中了，记得回访。啊，还 ，OK。吃不下。有没有新节目啊？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新节目的想法？嗯、我们也很想拍一个新的节目。你们还想看什么类型的那个节目啊？也可以跟我们说。有人说日本人的口音差不多，日本人说中文普遍比较像，发音问题吧？对，我也觉得发音有一点问题，不是有一点听有问题、嗯，口音比较像，对。我想回国的理由，对，因为他最近跟我说可以拍我想回国的理由，就是他。啊、对，我也觉得这个能拍我想回国的理由。啥你回不去的时候。对，我想干华为，对，华为在日本也拍了吧？拍了一点、嗯、对对对，所以我们华为是有后续的，然后他们去日本的期间然后也拍了一些华为的。对、嗯、有没有人粉 kimono 吗？ kimono 吗？谁？瓦卡拉奈是人吗？他不是人，就是一个艺术家什么的吗？可以。有没有人粉？应该是个人吗？应该是，呼乱天成，爱讲的那种。嗯。柚子的理想姐姐易烊千玺。应该就十点了。十点啊？没有吧？哎，有人 call 我哎！啊，不是，我 call 现在有点早了。虽然他靠我，但他刚刚说啊，把柚子过过秤的人、嗯嗯，我还记得你，所以你现在说什么都不行了。他记住了过过秤，对。啊，有人问参加纪录片什么时候拍？我们现在疫情好了之后，我们马上去，差一点马上去拍，所以你们期待一下。啊 ，kimono no fan，kimono ne。明讲跟你说拜拜啊！明讲跟我说拜拜吗？哦，回去吗？拜拜，那明讲跟大家说拜拜吧。你要不要跟这里面来？拜拜拜拜，跟他们拜拜。明讲回家了，拜拜，拜拜拜拜。那雨萍的啊，感觉明讲一直在。对，我们是三人直播，今天三人直播挺好的。对，大家以为是我们拜拜了，确实拜拜了，已经时间过了，我们时间也到了，也差不多了。那希望我们以后还是经常播出，然后下集是一个光谈的补助、嗯。对，然后光谈下一集，下一集是已经定了吧？定了。对、嗯，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主人公，我很喜欢他。嗯、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关注我们节目。嗯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还是嗯。对，还有什么呢？嗯，哎，还有一些，就是可以，我等待你们的企划。如果有什么想法，就是很喜欢啊。还有一、嗯，没事。嗯嗯，就还有就是大家有什么就是想看新的节目的话，然后也可以企划可以发给我们。嗯、然后之前也是我们俩讨论了哈，嗯、就是那个粉丝发给我们的，我觉得。建议提的也挺好的，我们也会在考虑当中、嗯、然后有别的新的企划的话可以发给我们。然后呢就是我住呢也是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拍的节目嘛，然后大家有好的主人公的话都可以就是多多推荐给我们、嗯、然后目前现有的情况的话是大家如果在南京有一些认识的人啊或者资源什么啊可以推给我们，觉得不错的主人公都可以推给我们。嗯，对，谢谢大家。好的，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差不多了、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对，到这儿了，去吃了。好，对，拜拜拜大家拜拜，周末快乐，拜拜，周末愉快，拜拜，周末愉快啊。我建议下次直播带麦，我今天也带麦，基本有麦。听不清，可能听不清，有人。拜拜拜拜拜拜。YouTube 的我们还在吃东西，没事吗？那没事了。OK， 周末愉快。那听着直播，拜拜。